Hello， 大家好，咱们在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啊，里面呢现在有宝贝了，经常饿，而且喜欢吃这个本地的零食，全是油炸食品啊，大家看一下。你这是你的吗？是。你买这个 ，OK， 买吧。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麦克乐。给我看一下，这是50尼币啊、哦，他们是用那个纸包裹起来的。哎，看见这个纸的话，我都有点。买那个雷德里面了，买 two。他们那个是蔬菜和面粉炸的。啊，这好多油啊！这是黄色的这个酱。这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，这个里面是蔬菜还有土豆，里面外面是面粉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个非常非常好吃，非常非常好吃啊。这是土豆子，这是土豆片。嗯，你买点土豆片吃吗？不吃。哦，我不吃那个，我买土豆片吃，给小宝贝吃。不吃。给那个小宝贝吃好不好？给姐姐的那个，这是什么的？三个红薯一样的。反正一个开胃能开一啊，大锅热可以。起锅了，现在起锅了。这是那个包菜，还有辣椒，还有面粉。很香啊，很香。你们让我们买点土豆给那个姐姐的宝贝吃。他不喜欢吃这个。哦。哎，他们都是用手去。真的哈，我怕那个太烫了。不要太多太多，你们俩。我们就一点点，不要太多太多。你有他们都是用纸那个包裹起来的啊。这个里面也是一些土豆还有那个土豆，还有一些什么食物啊，我也搞不到明白这个。这应该是一个夫妻店啊。Water? OK. Thank you. 这应该是一个夫妻店啊，这是一个老婆和这一个丈夫，两个人开个夫妻店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好，我们现在买结束了，回去。Hello?给那个姐姐还有姐姐的宝贝，姐姐的女儿吃哈。这是姐姐家里面呢，刚才买的那个新衣服哈，紫色的新衣服，就是在这个楼上有一个裁缝店，给里面做的衣服才50块钱哈，咱们看一下。这是里面呢昨天做的这个新衣服哈，昨天给她拍的照。这件衣服里面呢、？Your clothes how much？ 两个550。哦，这是里面的紫色的衣服，还有这个小宝贝，分格也是紫色的衣服哈。啊，这个小宝贝也是特别的可爱。你看一样的衣服哈，有点像这个母女装一样的这个，这是姐姐。Hello， 分格。你看很可爱啊，芬哥。爸爸听听那什么？那个嘴巴那个擦了很多口红啊，这个太红了。太红了，这个挺好的。里面买了这个吃的给姐姐的孩子哈，要把它倒出来，还有用那个纸包着的，我觉得不太好。给姐姐吃哈，给姐姐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这边是 Primer， 现在我是那个泰式。太好吃。这是
这是土豆。这个是这个里面有土豆。这个里面有土豆。这个是蔬菜。OK。这是用土豆和蔬菜做的哈。尼泊尔人特别喜欢吃油炸食品。这个蔬菜油炸的话特别喜欢吃。还有这个。尼泊尔人喜欢吃那个土豆，土豆油炸片啊，很多。所以尼泊尔人，我觉得很多尼泊尔人的话，他比较稍微比较偏胖一点，他们比较喜欢吃油炸的，还喜欢吃糖哈。所以养成的这个习惯吧，跟那个饮食习惯跟我们每个人他都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尼泊尔人会比较偏胖一点，特别上一点年纪四五十岁的人啊，他喜欢吃这个东西，吃多了高热量的东西。可能就会比较偏胖一点，这个。哦，这是姐姐在化妆哈、啊，姐姐。Hello。好的，咱们今天这个就先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你们啦 ，Goodbye。